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围攻传奇啊。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玩接下来的十个关卡啊。上次玩到二十关嘛，我们这次开始玩，从二十一关开始啊。OK， 又是一个开始脑力激荡的一款游戏啦啊，又要开始脑力激荡了啊啊！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牙签啊！哇，居然还有这么小一只的、啊。后面还投再多投两，再多投一个比较粗的铅笔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他只给我11个木板，那基本上的话也只能先从这边开始吧，不行。哇，这样不太对啊！他站在这个上面，我要怎么挡啊？哎，这也不行。然后这样子不够长，嘿，哦，抱歉，哇，这个有点小尴尬了。他站在这个位置实在超级不妥当啊！对啊，哪有人站在这个位置的、啊？你说你站在这个位置好了，而且他这样子会戳到哎、欸。而且只给我木板，试试看啊！想太多了，哎呦喂呀，就要中奖了，这怎么办啦、啊？这也太诡异了吧！这个角度根本是没办法的事情啊！你国王也动不了啊！哎，可以这样立哦！哎呦，万万没想到，好，好，万万没想到是吧？好，别吵，笨国王。哎呀，这边这一只怎么拉下来啊？拉过来一点。哎，不要乱倒，这样子。No！ 怎么感觉都不太行啊？啊！嘿，嘿喳喳！哇，过了！哦哦哦 ，yes yes yes，Oh my god， 没差两颗星，无所谓 ，Who care？ 22关，那这关又是要玩什么的？一样，只要保护国王就好了。然后兽人大炮 ，Buster， 哦，这个炸弹好小一颗，总共发三颗是吧？三颗就结束了，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啦，木板就不要浪费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咱们的木板就别浪费了，好吧？反正我觉得没差啊，不然这样吧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来 ，nice， 这样过了，信不信？听我的准没错，妥了。撑住！我靠，我超强，差一个，来 ，fire， 嘣，应该可以吧？有了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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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还三颗星呢？有一些过得很快啊。有些过得特别慢啊，主要是给的资源的问题啊。啊，这个嘞，投石机，咚，应该是投三发而已吧，就没了、喔。哦，我靠，这次丢这么多颗啊！啊，我站在这么边缘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铁块，铁块，嗯，铁块，你以为你是那个海贼王鲁夫啊 ？CP9 吗？铁块，啊，你是铁块吗？不是吧？看会怎样，试试看好了，先三个好了吧，没事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交给我呀，交给我准没错的啦。啊，抱歉，我错了，的确有错，而且是错很大。再加一片木板，没事，相信我，没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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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呦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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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洗吧，洗吧，这怎么办啊？再加一片吗？再加一片，我都少一颗心了呢。我想一下啊，居然会被这边弄到啊！这还有王法吗？高一点，这样子斜一点的话嘞，有办法拦截得到啊？再来，龙来龙来龙来，来龙来龙来龙来。哎，就差那么一咪咪就挡下来了，有没有看见？这个板子长度不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可以更长哎、欸！哇，可以这么长，不早点讲，真的是。有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三我两指半的长度哎、欸，三我两指半的长度哎、欸，没问题的、啊。过了，我留不下去，这样过不了。还有了啦，呵呵，过了，耶，二次关，啊，这次有我们的母后，这是母后吗？哇，你老婆长得好像鱼哦，那个，那什么金鱼是不是？还蛮像的，没有鼻子哎，我们看一下来干嘛？投石机，啊，罹难了，三发。没了吧？而且我只能盖这里哎、欸，超级过分哎、欸！这可以这样拉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这么丢啊！哎、欸，好酷啊！居然可以这样玩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让我来拉啦！哇，这边拉不到，看一下会怎样啊？开门，开门见山。他可不可以弄到铁上面啊？铁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就比较简单一点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而且我觉得绳子应该要拉这个对角，它比较不会开口啊，因为它会针对这个地方做炮击。哦，我的策略应该没有错。哇，歪了，行，再来，哥还顶得住，过了，哦耶。是不是很强啊？啊，二四关，现在第二十五关了。这什么？炮台？可怜的国王，可悲的国王，一样就这样子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有一些蛮草率的哎、欸，应该是说怕我们过不了。哦，怕我们过不了啊，所以说有一些关卡做得特别简单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看一下抛物线哦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嗯，我来想要怎么阻挡，我这样挡会不会很屌啊？试试看这样子玩。呵呵，啊，没了。呵，抱歉了，玩一下而已啊，没想到居然不行。哇，那这个气球真的没什么作用哎、欸，我觉得。
气球的作用就是让它上升，但是它又没上升作用，非常的尴尬。看来我还是本土炼钢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来个本土炼钢啦，就最基本的绳索拉一拉，不要让它被撞倒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恶，长度不够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来，哇，要倒要倒要倒了！撑住，撑住了！啊！哎，国王没事哎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啊，有事有事了！哇，那个球太大颗啦！哦哦哦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，太棒了！啊，差一点！哎呀，破要破！啊，我终于知道怎么玩啦！笑死！原来气球的作用是这样子啊！那也太好笑了吧！嗯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挡不住最后一下，我觉得前面都要打掉重练了，怎么办？嗯，再拉一根吗？无所谓了，没绳子了，好，拉一条。前面不需要绳子了，就这样子。哦耶，撑得棒，撑得妙，撑得呱呱叫，我赢了！哎，不是吧，大哥？太靠近了吗？难道我太靠近了吗？我坐前面一点好了，而且这次我坐特长，这是我的极限了。哦，可以用一条绳子嘛，不需要两边嘛。哇，我以为会破掉，这样会怎么样？看一下。哎，直接破，这是直接破的那一种哎。哎，那如果我每根都这样子嘞，我蛮好奇的。然后都排超近的，有没有？呵呵呵，喂 ！Oh no！ 破蛋也过了，大胜利 ，Victory！ 好折腾哦，现在才第26关 ，Oh my god！ 这怎样？修女在上面，投石机，这投机，愤怒机。三只愤怒鸡吗？他连上面也打、啊，各投三次这样子啊？哇，他只给这个，嗯，看来要慢慢拼拼凑凑啦。这个拼拼凑凑呢，他又给你这边乱动。其实有点不是很好控制啊，希望他可以改掉这个流畅，这不是这个流畅度，就是你明明只想要拉靠拢，然后呢，他就会一直往前撸啊，不知道在撸什么呢？唔知伫咧撸啥？该是不会倒吧？歪成这个样子了，歪个几串错？哎、欸，哎呀，气死人了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啊，塌了塌了塌了，塌了塌了塌了，不好叠，超级不好叠。哦耶，试试看了，不管了，零作用。
我觉得我这叠法是错误的方式。这样子叠呢，像那个多利多兹一样，随便叠随便过，有没有？没作用。嗯，有。哦，好啦，过了，不管了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这样的话，一颗心呢？耶！抱歉了，皇后死了，再早就有了二七关。嗯？这个呢？炮台三发光子弹，一下，两下。哇，钢铁做的，四颗，而且好重的感觉哦。然后呢，他给我是有这个柱子，哇，这个柱子是不能插在土里的那一种哦。哇，那个柱子那么鸟哦，不给插土里。我来看看，这样子的。抱歉，感觉很痛哦。不是这样玩的吧？绳子两条。然后这个是尖锥的，又不能立起来，请不要乱剩。你说啊，这要怎么玩？难不成要立成这个样子？不太可能哦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这样子，哎，还真的嘞。好，你都这样子了，我能说什么呢？那这怎么办？啊，这是被冲啥？呵，立住了，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玩。行，哦，完了，最后一下撑住，哦耶，过了，掌声鼓励鼓励，睡不睡？啊，28，嗯，这在空中是怎样？我们现在国王已经开始会巫术了，是不是？开始会那个叫什么悟空术哦，那么厉害！哎，摔死了！哦，又被车撞，又被车搞鬼。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简单啦、啊，我能说什么呢 ？Hello， 你好吗？哇，笑死！怎么会这样子？等等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抓准，没有抓好这个飞起来的位置吗？啊，洛尼好吗？还是说气球放的位置不对啊？放太中间也不行。升空了啊！啊，我的国王飞走了！哎，太快也不行啊，超出去也不行啊。我们看一下我们国王怎么死的。太超过也不行，不是啊？超出去，照理来讲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应该是不会死啊。哇，下降了 ，No！ 哎、欸，嘿，小淘气，过了，过的方式令我有点傻眼啊。算了，29关。
一台冲撞车冲过来撞国王了，去了。然后呢，投石机，投一颗很像陨石的东西，两颗，大概是三颗吧。好，我随便，请随意哈。这太简单了吧？哎，不对哦，唔对哦，撑住！哎呀！我觉得等一下他一定会，倒下来。啊啊啊！哦 ，Oh my gosh！ 哎呀，看来是不能乱盖啊，我还是乖乖的把它立起来好了。一个乱盖的后果就变这个样子啊，这样子。嗯，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了。哎呀，我就慢慢的来，而且根本材料不够啊！你这样搞哪里够啊？你说够个屁啊，绝对不够！行吗？居然！哦，不对不对，不行了。撑不住了，差那么一咪一咪，我们可以再放一个嘛？这个的话呢，就负责顶这里，让它不要倒下来。妥了，非常棒 ，wonderful， 有没有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只好把你拉前面一点，好，可以吧？hold 住了 ，hold 不住了，我难过，再前面一点好了。Oh my god！这地方可以拿掉了，没必要，因为他会直接撸过来打到我，不直接从那边下来，还比较没事。第二下，还是一样。这样子呢，能不能缓和一点？Oh my god！ 人生啊，阿内呢？这样够硬了吧？哎呀，恨呐！这样子排错了吗？难道这样排错了吗？这样会不会怎样？嗯，翻过来了，还是弄到我了。这个呢，拉过来一点，帮我挡一下他倒下来的那一瞬间。不对啊，那第三颗会从那边穿过去呢，感觉不是很好哦。哇，直接吃脸啊，直接吃脸脸，怎么直接吃脸脸？中空的，咱们中空的没问题吧？哎，过了。
哦耶，大成功！太扯了。哦，终于第三十关了！谢主隆恩，恭喜恭喜，万岁！哇，小龙儿又出现了。龙哥，你想干什么？龙哥，这次一次来两只。你找到爸爸了吗？啊，蜻蜓点水一般了就走了。蜻蜓点水是吧？我有呀。抱歉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好大哦！这个要发挥出我的想象力，才有办法拼凑出来。被压死了。我觉得先从大的开始盖起好了。哇，那大的三角形，你才可以撑起它的高度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长度不够，太棒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想想，那这木板就没意义啊。有意义？不对啊，木板这样也不行了。木板给两根，好吧，就当做你可以这样立着好了。我们看一下成果如何，再看你决定要不要加盖。我是觉得绝对会被冲破啦，一定会的。被推倒，被推倒了。No！ 啊！对，太过去了。刚刚看起来貌似要过了，好不好？再加另外两颗三角锥，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吧？推不进啊！回家找爸爸吧，你们。拜拜。哦耶，过了，好轻松哦。哇，有些真的很轻松，有些真的很难欸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又辛辛苦苦过了十关了。那之后呢，会不会继续玩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觉得精疲力竭了。哦，之后会直播也说不定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呢，影片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了。陆轩微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了。